那个时候他说他单身，现在我不知道还是不是，可能因为被我踢了以后现在还是单身吧。谢谢各位，欢迎邪不压正。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，中国导演演员姜文。在第五次来的时候，我就变成了主席，这个量变到质变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我也能主席。好，邪不压正，不见不散。真是主席的吩咐。不是，那是导演的吩咐。死定。无论是谁跟谁，我请他，他俩都来看《邪不压正》。你需要真正的实力。好，好。微博电影之夜现在开始，八个片拍成一个电影了，就是 surprise。将来能看见。他为了鼓舞大家，他一般都是脱掉上衣。我是主持人史航。在北京就穿着裙子，没来及换吧？先别推我，那个我现在先把我当主持人用。好好好。请收玉，在我们这儿俗称也叫周老板，很多事由他来决定。请坐，黄老板，就是说男女通吃，男女都喜欢你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帅的哥还能演戏。难得一个论坛主持人能休息这么久，就有人控场能力太强了。有时候他觉得拍电影好像可以逃脱现在这个世界，他现在活的这个世界，他电影的世界更美更浪漫，是吗？这个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记得是跟另外一个人谈话。哦，好，可能我记错，但是我是真的很开心啊。7月13号，我们将由你们创造。欢迎姜文导演。很容易哭，真的动了，有感染力啊！看到他们身上的活力，和能力，还有他们的努力，真的是。几乎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，但是我们完成了。我就是一个甘心伤害，再次感谢你们，谢谢。不见不散啊！谢谢。自动的。你把门关上。这么搞笑。